各位长辈，各位新住民姐妹，大家好。今天呢非常开心，我们大家可以聚在一起。那今天这一场的异国文化的交流，那希望我们台湾跟越南之间的两边国民更加的情感的深厚交流，然后让大家我们台湾的乡亲朋友可以多认识我们越南文化的特色。啊，今天我们还有带来现场我们越南的粽子，就是我们等一下我们会示范怎么样包粽子，那当然就会请各位品尝一下我们的特别的美食。那我们还有越南火腿跟越南的咖啡，对，就是都是我们姐妹亲手制作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在越南呢也是一样，是5月15号，但是我们是没有包粽子，所以大家今天吃的是我们过年才包的。我们在到端午节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吃在台湾所谓的酒酿。